本节目由畅销全国50亿瓶的名酒沱牌酒冠名播出。断水水更流，一顿好饭解千愁。我是美食片导演阿甘，这次我来到了鲁地德克萨斯。山东德州，不愧是鲁地德克萨斯啊。奶奶，德州有什么好吃的？听不见。提到德州美食，非扒鸡莫属。作为一名有职业素养的导演，我可不炒冷饭。今天我带来的可是暗黑界的头牌，雪白透亮的羊肠，暗黑发紫的羊血，鲁地德克萨斯的终极料理——羊肠子。本节目由畅销全国50亿瓶的名酒沱牌酒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新生代智能搜索夸克 APP 赞助播出，搜索又快又准，有问题马上解。根据本地老饕介绍，阳光小区灌香园的羊肠子味道最佳。看这里，真是卖羊肠子的地方。这里就是灌香园了吧？别动，打劫！哎，谁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对啊，怎么可能抢劫啊？我肯定是太紧张了。打！开炮！打！开炮！打！打！哎，原来刚才的声音是从这儿传出来的。这老板是个亮剑的忠实粉丝呀。给我来一碗小份的羊肠子吧。哎哎，老板，这黑不溜秋的莫不是个黑暗料理？都说羊血羊肠又腥又膻，慢用。这味道能吃吗？哇，这 Q 弹的羊肠包裹着滑嫩的羊血，鲜美的羊汤丝毫没有膻味的同时，还散发出一缕独特的清香。哎呦，真是让人上头的味道啊！看来要跟老板好好学学。来，师傅喝茶。老板，我拜你为师，你传授我羊肠子的秘籍可好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小徒一拜。今天就收下你这个徒弟。师傅选用2岁小羊的肠子，中脸脂肪酸所带来的膻味轻，通过清水反复清洗，羊肠的腥膻得以去除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小羊肠拥有紧致的平滑肌，这是羊肠子口感 Q 弹爽滑的最大秘诀。这羊肠子的 Q 弹我是弄清楚了，可是那股清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来，这个羊肠子配方啊，一般人呀，我是不让他看了。看你挺实在的，今天让你学学吧。先羊血经过过滤，里面加上佐料葱姜末，然后适量的淀粉。葱姜为羊血打下鲜味基础，淀粉填充紧实口感。但想要羊血清香，最关键的还得是小磨香油。小磨香油带来芝麻的坚果香气，为羊血注入了芳香物质，享受弹韧口感的同时还得到了迷人的芬芳。
芳香丝滑的羊血，灌入 Q 弹爽韧的羊肠，双剑合璧。最后，放入羊骨高汤中煮熟。鲁地德克萨斯特制羊肠子，完成。从小吃到大，然后怀孕的时候啊，不吃别的东西，就喜欢吃这个。喝了酒，喝这个就是暖洋洋，全身都舒坦。这感觉就像是大雪后的德州，一缕缕阳光透过云层投射到白雪间，让人在寒冷的冬日也能享受到阳光的暖意。德州下起了大雪，师傅的生意也进入了旺季。走啦，哎，我们家干羊肠的已经31年了，那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就是从这个买卖。下午5点开始营业，12点收摊，中间有空闲的时候打个盹。师傅是个比较传统的人，认为手工胜过机器，在大冬天依然坚持用手工清洗，即便手指早已被冻出了关节炎。给你买了个暖宝宝，多注意身体啊。徒弟没有白收啊，知道心疼师傅了。这个回去之后啊，要多加练习。按照我跟你说的，这个做良心买卖，用真材实料。不会的地方给我打电话。来德州，来德州，观察员永远是你的家。嗯。师傅一直坚持着母亲的做法，只想把母亲的味道一直保留下去，把德州的味道保留下去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你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乡，当你再一次尝到历久弥新的家乡味道时，一切的疲惫委屈都会不药而愈吧。啊，好爱这热气腾腾的生活呀。别只顾着吃了，还有福利没领呢。上夸克APP搜江湖搜食记，老杨手把手教你做羊肠子。